是另外一面。因为这班车是每站都停的，那苗栗就有一个妇人上车，大概六七十岁的一位妇人，然后坐下来之后，他就一直哭，一直哭这样子，然后就说：“哎，救救我爸爸什么的。”然后后来过不久，那个服务人员就过来关心了一下，我的感觉好像是他家人有怎么了这样子，或是爸爸有怎么了这样子。然后后来我就看到，哎，服务人员在帮他擦眼泪，看到那服务人员是用跪着的那个方式，我想，哇，这个真的是坐过这么多次的高铁也好，第一次遇到服务人员这么细心的去安抚旅客，而不是我以为他会要叫保全来赶他下车，我是怎么样？对啊，居然是让我想的是另外一面。然后后来台中到了，我就看到那个服务人员去那个车门那边，然后但是那个妇人呢，哎，他就离开座位，我想说他可能要下车了，后来他并不是，他就坐在我旁边。对，后来那服务人员过来关心他说，哎，那你还好吗？这样子，就是哎，他还是持续来关心这个客人的状况这样子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。对，就是他并不是只是单方面做给其他旅客看这样。对，那我想这两个列车，这个列车长跟服务员呢，在这个旅途当中，我相信这个商务舱在附近的旅客看到应该都算蛮感动的。